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一十定品第二十七之二，唐于田国，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摩诃萨次第遍往诸佛国土神通三昧？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布于东方无数世界，复过而所世界为成数世界，于彼诸世界中入此三昧，我刹挪入，我须臾入，我相续入，我日出分时入，我日中分时入，我日后分时入，我夜出分时入，我夜中分时入，我夜后分时入，我一日入，我五日入，我半月入，我一月入，我一年入，我百年入，我千年入，我百千年入，我一年入，我百千一年入，我百千那由他一年入，我一劫入，我百劫入，我百千劫入，我百千那由他一劫入，我无数劫入，我无量劫入，我无边劫入，我无等劫入，我不可数劫入，我不可称劫入，我不可思劫入，我不可量劫入，我不可说劫入，我不可说不可说劫入，若久若近若法若实，种种不同，菩萨于彼不生分别，心无染着，不作二，不作不二，不作普，不作别，虽离此分别，而以神通方便从三昧起，于一切法不忘不失，至于究竟，譬如日天子，周行照耀，昼夜不住，日出明昼，日末明夜，周一不生，夜亦不灭，菩萨摩诃萨于无数世界入神通三昧，如三昧已，明见而所无数世界亦复如是。佛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三次第遍往诸佛国土神通大三昧善巧智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摩诃萨清净身心行三昧？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知诸佛生数的众生，兼无量佛过阿僧祇世界为成数，于彼一一诸如来所以一切种种妙香而作供养，以一切种种妙花而作供养，以一切种种盖大如阿僧祇佛刹而作供养，以超过一切世界一切上妙庄严具而作供养，三一切种种宝而作供养，以一切种种庄严具庄严金行处而作供养，以一切无数上妙摩尼宝藏而作供养，以佛神力所流出过诸天上位饮食而作供养，一切佛刹种种上妙诸供养具能以神力普皆摄取而作供养，于彼一一诸如来所恭敬尊重，头顶礼敬，举声布施，请闻佛法，赞佛平等，
称扬诸佛，广大功德，入于诸佛，所入大悲，得佛平等无碍之力，于一念起，一切佛所勤求妙法，然于诸佛，初心于世，如波涅盘，如是之相，皆无所得。如散动心，了别所缘，心起不知何所缘起，心灭不知何所缘灭，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终不分别，如来出世即涅盘相。佛子，如日中阳焰，不从云深，不从池深，不处于露，不住于水，非有非无，非善非恶，非清非浊，不堪饮数，不可秽污，非有体非无体，非有味非无味，以因缘故而现水相，为事所了，远望似水而心水想，近之则无，水想自灭，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不得如来初心于世即涅盘相。诸佛有相即已无相，皆是想心之所分别。佛子，此三昧名为清净身心行。菩萨摩诃萨于此三昧入已而起，其已不失。譬如有人从睡得悟，亦所梦是觉时，虽无梦中境界，而能意念心不忘失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入于三昧，见佛闻法，从定而起，一持不忘，而以此法开晓一切道场众会，庄严一切诸佛国土，无量义趣悉得明达，一切法门皆亦清净。然大智具长诸佛种，无畏具足，辩才不竭，开示演说圣生法藏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四清净身心行，达三昧善巧智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摩诃萨之过去庄严藏三昧？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能知过去诸佛出现，所谓劫次第中诸刹次第，刹次第中诸劫次第，劫次第中诸佛出现次第，佛出现次第中说法次第，说法次第中诸心要次第，心要次第中诸根次第，根次第中调伏次第，调伏次第中诸佛寿命次第，寿命次第中之意那由他年岁数量次第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得如是无边次第智故，则知过去诸佛，则知过去诸刹，则知过去法门，则知过去诸劫，则知过去诸法，则知过去诸心，则知过去诸己，则知过去诸众生，则知过去诸烦恼，则知过去诸仪式，则知过去诸清净。佛子，此三昧名过去清净藏，于一念中能入百劫，能入千劫，能入百千劫，能入百千亿那由他劫，能入无数劫，能入无量劫，能入无边劫，能入无等劫，能入不可数劫，
能入不可称劫，能入不可思劫，能入不可量劫，能入不可说劫，能入不可说不可说劫。佛子，彼菩萨摩诃萨入此三昧，不灭现在，不缘过去。佛子，彼菩萨摩诃萨从此三昧起，于如来所收十种不可思议灌顶法，一得，一清净，一成就，一入，一证，一满，一持，平等了知三轮清净。何等为实？一者，遍不为意；二者，说法无尽；三者，信辞无失；四者，要说不断；五者，心无恐畏；六者，语必诚实；七者，众生所依；八者，救脱三界；九者，善根最深；十者，调御妙法。佛子，此施十种灌顶法，若菩萨入此三昧，从三昧起，无见则得，如哥罗罗入胎藏时，于一念间是则脱生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从此定起，于如来所一念则得此十种法。佛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五之过去庄严藏达三昧善巧智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摩诃萨智光明藏三昧？佛子，彼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，能知未来一切世界一切劫中所有诸佛，若已说，若未说，若已受记，若未受记，种种名号，各个不同，所谓无数名，无量名，无边名，无等名，不可数名，不可称名，不可思名，不可量名，不可说名，当出现于世，当利益众生，当作法王，当行佛事，当说福利，当赞善意，当说白愤意，当尽持诸恶，当安住功德，当开示第一义谛，当入灌顶位，当成一切智，彼诸如来修圆满行，发圆满愿，入圆满智，有圆满众，备圆满庄严，集圆满功德，悟圆满法，得圆满果，居圆满相，成圆满觉，彼诸如来明性种足，方便善巧，神通变化，成熟众生，入波涅盘，如是一切皆悉了知。此菩萨于一念中能入一劫、百劫、千劫、百千劫、百千一那由他劫，入阎浮提为成数劫，入四天下为成数劫，入小千世界为成数劫，入中千世界为成数劫，入大千世界为成数劫，入百佛刹为成数劫，入百千佛刹为成数劫，入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劫，入无数佛刹为成数劫，入无量佛刹为成数劫，入无边佛刹为成数劫，入无等佛刹为成数劫，
汝不可数佛刹为成数劫，汝不可称佛刹为成数劫，汝不可思佛刹为成数劫，汝不可量佛刹为成数劫，汝不可说佛刹为成数劫，汝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为成数劫。如是未来一切世界所有劫数，能以智慧皆悉了之。以了之故，其心复入十种持门。何者为十？所谓入佛持故，得不可说佛刹为成数诸佛护念。入法持故，得十种陀罗尼光明无尽辩才。入行持故，出生圆满殊胜诸愿。入力持故，无能应蔽，无能摧伏。入智持故，所行佛法无有障碍。入大悲持故，转于不退清净法轮。如差别善巧具持故，转一切文字轮，进一切法门地，入狮子受生法持故，开法观要，出狱淤泥，入智力持故，修菩萨行，常不休息，入善有力持故，令无边众生普得清净。诸无诸力持故，入不可说不可说广大劫。入法力持故，依无碍方便智，知一切法自性清净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矣。善巧住不可说不可说劫，善巧住不可说不可说刹，善巧知不可说不可说种种众生，善巧知不可说不可说众生意想，善巧知不可说不可说同意业宝，善巧知不可说不可说精进诸根，习气相续差别诸行，善巧知不可说不可说无量染尽种种思维，善巧知不可说不可说法种种意，无量文字演说言辞，善巧知不可说不可说种种佛出现，种族时节现象说法，实为佛事入波涅盘，善巧知不可说不可说无边智慧门，善巧知不可说不可说一切神通无量变现。佛子，譬如日出世间所有村营城邑宫殿屋宅山泽鸟兽树林花果，如是一切种种诸物，有目之人悉得明见。佛子，日光平等，无有分别，而能令目见种种相，此大三昧亦复如是。体心平等，无有分别，能令菩萨知不可说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差别之相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如是了之时，令诸众生得十种不空。何等为十？一者见不空，令诸众生生善根故；二者闻不空，令诸众生得成熟故；三者同住不空，令诸众生心调伏故；四者发起不空，令诸众生如言而作通达一切诸法义故；五者行不空，令无边世界皆清净故；六者
清净不空。于不可说不可说佛刹诸如来所，断不可说不可说众生一故。七者，愿不空，随所念众生，令作圣供养，成就诸愿故。八者，善巧法不空，皆令得诸无碍解脱清净智故。九者，欲法语不空，于不可说不可说诸根众生中，方便开示一切智行，令主佛道故。十者，出现不空，现无边相，令一切众生皆蒙照顾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，得十种不空时，诸天王众皆来顶礼，诸龙王众心大相云，诸夜叉王顶礼其足，阿修罗王恭敬供养，迦楼罗王前后围绕，诸梵天王悉来劝请，紧那罗王摩侯罗伽王咸恭称赞，前闼婆王常来亲近，诸人王众诚是供养。佛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六智光明藏大三昧善巧智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摩诃萨了知一切世界佛庄严三昧？佛子，此三昧何故名？了知一切世界佛庄严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，能次第住东方世界，能次第住南方世界，西方、北方，四维上下，所有世界，悉亦如是，能次第入，皆见诸佛，出心于世，一见彼佛，一切神力，一见诸佛，所有游戏，一见诸佛，广大威德，一见诸佛，最胜自在，一见诸佛，大狮子吼，一见诸佛，所修诸行，一见诸佛，种种庄严，一见诸佛，神足变化，一见诸佛，众会云集，众会清净，众会广大，众会一相，众会多相，众会处所，众会居止，众会成熟，众会调伏，众会威德，如是一切，悉皆明见，一见众会其量大小等阎浮提，一见众会等四天下，一见众会等小千界，一见众会等中千界，一见众会量等三千大千世界，一见众会充满百千亿那由他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阿僧祇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百佛刹为成数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千佛刹为成数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无数佛刹为成数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无量佛刹为成数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无边佛刹为成数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无等佛刹为成数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不可数佛刹为成数佛刹，一见众会充满不可称佛刹为成数佛刹，
一间众会充满不可思佛刹围城树佛刹，一间众会充满不可量佛刹围城树佛刹，一间众会充满不可说佛刹围城树佛刹，一间众会充满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围城树佛刹，一间诸佛于彼众会道场中示现种种相、种种时、种种国土、种种变化、种种神通、种种庄严、种种自在、种种行量、种种事业，菩萨摩诃萨一间自生往彼众会，依兹见身在彼说法，依兹见身受持佛语，依兹见身善知缘起，依兹见身住在虚空，依兹见身住于法身，依兹见身不生染着，依兹见身不住分别，依兹见身无有疲倦，依兹见身普入诸智，依兹见身普知诸义，依兹见身普入诸地，依兹见身普入诸趣，依兹见身普知方便，依兹见身普住佛前，依兹见身普入诸利，依兹见身普入真如，依兹见身普入无真，依兹见身普入诸法，如是见时不分别国土，不分别众生，不分别佛，不分别法，不执着身，不执着生业，不执着心，不执着意，譬如诸法不分别自性，不分别因生，而自性不舍，名字不灭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不舍于行，随事所作，而于此二无所执着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见佛无量光色、无量形象，圆满成就平等清净，一一现前，分明正了，或见佛身种种光明，或见佛身圆光一寻，或见佛身如胜日色，或见佛身微妙光色，或见佛身作清净色，或见佛身作黄金色，或见佛身作金刚色，或见佛身作干青色，或见佛身作无边色，或见佛身作大清摩尼宝色，或见佛身其量七种，或见佛身其量八种，或见佛身其量九种，或见佛身其量十种，或见佛身二十种量，或见佛身三十种量，如是乃至一百种量、一千种量，或见佛身一具卢舍量，或见佛身半游旬量，或见佛身一游旬量，或见佛身十游旬量，或见佛身百游旬量，或见佛身千游旬量，或见佛身百千游旬量，或见佛身阎浮提量，或见佛身四天下量，或见佛身小千界量，或见佛身中千界量，或见佛身大千界量，或见佛身百大千世界量，或见佛身千大千世界量，或见佛身百千大千世界量，或见佛身
百千亿那由他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无数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无量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无边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无等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不可数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不可称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不可思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不可量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不可说大千世纪量，波见佛生不可说不可说大千世纪量。佛子，菩萨如是见诸如来无量色相，无量形状，无量视线，无量光明，无量光明网，其光分量等于法界，于法界中无所不照，普令发起无上智慧，又见佛身无有染浊，无有障碍，上妙清净。佛子，菩萨如是见于佛身，而如来身不增不减，譬如虚空于虫所食，芥子孔中亦不减小，于无数世界中亦不增广，其诸佛身亦复如是，见大之时亦无所增，见小之时亦无所减。佛子，譬如月轮阎浮提人见其形小而亦不减，月中住者见其形大而亦不增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诸此三昧随其心要，见诸佛身种种化相，言辞言法受持不忘，而如来身不增不减。佛子，譬如众生命中之后将受生时，不离于心所见清净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不离于此甚生三昧所见清净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，成就十种速疾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速增诸行圆满大愿，速以法光照耀世间，速以方便转于法轮，度脱众生，速随众生业，示现诸佛清净国土，速依平等智去汝实力，速与一切如来同住，速以大慈力摧破魔君，速断众生疑，令生欢喜，速随圣解示现神变，速以种种妙法言辞尽诸世间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复得十种法印，印一切法何等为十？一者，同去来今一切诸佛平等善根；二者，同诸如来得无边际智慧法身；三者，同诸如来住不二法；四者，同诸如来观察三世无量境界皆悉平等；五者，同诸如来得了达法界无碍境界；六者，同诸如来成就实力所行无碍；七者，同诸如来永觉二行住无争法；八者，同诸如来教化众生恒不止息；九者，同诸如来于智善巧依善巧中能善观察；十者，同诸如来与一切佛平等无二。佛子，若菩萨摩诃萨
成就此了之一切世界，佛庄严，搭三昧善巧方便门，是无师者，不由他教，自入一切佛法故，是丈夫者，能开悟一切众生故，是清净者，知心性本净故，是第一者，能度脱一切世间故，是安慰者，能开晓一切众生故，是安住者，为住佛种性者，令得住故，是真实之者，入一切智门故，是无异想者，所言无二故，是住法藏者，是愿了知一切佛法故，是能御法语者，随众生心要，悉令充足故。佛子，譬如地士于顶髻中置摩尼宝，以宝力故，微光转瞬，其视天王出获此宝，则得十法，出过一切三十三天。何等为十？一者色相，二者形体，三者视线，四者眷属，五者资具，六者音声，七者神通，八者自在，九者贵解，十者智友，如是十种，悉过一切三十三天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初始获得此三昧时，则得十种广大智藏。何等为十？一者照耀一切佛刹智，二者知一切众生受生智，三者普作三世变化智，四者普入一切佛生智，五者通达一切佛法智，六者普摄一切净法智，七者普令一切众生入法身智，八者现见一切法普演清净智，九者一切自在道于彼岸智，十者安住一切广大法普净无余智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，复得十种虽清净微得身。何等为十？一者微照耀不可说不可说世界故，方不可说不可说光明轮。二者微令世界显清净故，方不可说不可说无量色相光明轮。三者微调伏众生故，方不可说不可说光明轮。四者微清净一切诸佛故，化作不可说不可说身。五者为诚实供养一切诸佛故，欲不可说不可说种种殊妙香花云。六者为诚实供养一切佛，即调伏一切众生故，于一一毛孔中化作不可说不可说种种音乐。七者为成熟众生故，现不可说不可说种种无量自在神变。八者位于十方种种名号一切佛所，请问法故，一步超过不可说不可说世界。九者为令一切众生见闻之者，皆不空故，先不可说不可说种种无量清净色想身，无能见顶。十者为与众生开示无量秘密法故，
发不可说不可说音声语言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得此十种，虽清净威德生意，能令众生得十种圆满。何等为十？一者，能令众生得近于佛；二者，能令众生生信于佛；三者，能令众生听闻于法；四者，能令众生知有佛世界；五者，能令众生见佛神变；六者，能令众生念所及业；七者，能令众生定心圆满；八者，能令众生诸佛清净；九者，能令众生发菩提心；十者，能令众生圆满佛智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令众生得十种圆满矣，复为众生做十种佛事。何等为十？所谓一因生做佛事，未成熟众生故；以色行做佛事，未调伏众生故；以意念做佛事，未清净众生故；以震动世界做佛事，未令众生离恶趣故；以方便觉悟做佛事，未令众生不失念故；以梦中现象做佛事，未令众生恒正念故；以放大光明做佛事，为普摄取诸众生故；以修菩萨行做佛事，为令众生住圣愿故；以成正等觉做佛事，为令众生知幻法故；以转妙法轮做佛事，为众说法不失实故；以现住寿命做佛事，为调伏一切众生故；以释波涅盘做佛事，知诸众生起疲厌故。佛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七了知一切世界佛庄严达三昧善巧智。